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什么想说的。你到底在气什么？你不遵守约定。什么约定？说好一起去帮大志拿东西，却跟陈浩威走了。我不是叫宝珠姐去了吗？你先答应我的。 拿东西，这是小事吧？你先答应我的。你答应我会出现的，就应该出现了。你到底在撸什么？宝珠姐不是已经……你先答应我的事，你就应该做到。 说我偷偷谈恋爱，你才是吧？偷偷就和好，偷偷开始约会，他一来你就笑，一通电话你就走。上一秒答应我的事情，下一秒就忘了。在你心里，我算什么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那我的努力到底算什么？ 不是你叫我努力去解开误会，不是你叫我去跟人家道歉，不是你跟我说做人就是要有来有往，这些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努力去做，你却在那边给我发神经。没错，都是我说的，是我叫你敞开心胸，是我叫你解开误会。 是我发了神经叫你去找他，我还有更神经的。到底说什么？
弄死。